迎接中华建馆300年，中华馆的文化局邀请中华师大美术系副教授柯文静来策划数位艺术展，将个古城 AR 再现。伫咧馆的美术馆哦，头前广场要来透过着 AR 的扩展实景，重现中华300年前古城街道的奇迹。展览开幕式由中华艺术高中舞蹈班的学生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学生透过肢体语言，甲即届的数位艺术展做配合，从今日开始，伫在中华美术馆头前的广场，民众来看展览时，只要先下载应用程式，就当探访300年前的中华城。我们的邱老师，来，让我们可以身临其境。用现代的数位科技、科技的艺术，来透过 AR， 让我们回到我们当时彰化古城，当时的一个风华跟精彩。那可以，身临其境的透过 AR， 可以了解到当时。我们彰化古城之美。有这届展览的柯文静老师讲，展出内容虽然是透过电脑来合成，不过伫个制作进程，先生参考大量的文献甲古早时期的地图。我就以艺术家的角度呢来想象，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千万不要把它当真了，因为呢它是想象来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本啊。那这个本在哪里呢？古地图。我从古地图里面上面所画的草图，这里面有很多建筑，然后我在创作的过程中，这里面我大概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古城门，我们的城门现在目前的位置其实都不是当时的位置，除了热根门之外。文化局表示，观众会当透过手机啊，或者是平板电脑下载应用程式，只要有适合安全的场所，就当拍开程式体验古城之旅。大众新闻，中华。才很不得。那这个三个月，那这个三个。